计较10块钱这两个鸡片。好，卤肠10块钱的，大的卤肠10块，鸡胗小份豆腐。很强吗？就很强。10块。萝卜小了一个。对，卤肉，卤肉小啊。啊，卤肉小的，对。还有鸡胗。鸡胗、猪肠、卤肉放一起。好的，好的。我给你吃它，先生，你找不到。他新开的时候。来，大哥，大哥。啊？吃的。还有别的吗？没了。干椒不要。不要。对。六块来，大哥。没有，这个21，这个两汤就较大了。对。41，53。啊。可以吗？还是两个人吃？这个这个。这个来，这个吗？没有了。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。哦，两个鸡蛋一个都不没有算。5块钱老板。啊？没有算下去的那个，不好意思。S5一个，S3一个。要果条几份？啊，果条全部。两个都是清汤还是要黑汤？一个清一个黑。可以。S2、S3哈，对吗？一样的，刚才那边。然后。豆腐两，两片，过后这个五花肉，豆腐两片，五花肉小份，豆腐嘛瘦，豆腐嘛瘦。跟红色衣服女孩子讲一下，这个吃的，听话的，刚才你不怎么打牌，你认得班长不怎么打牌，听话听话听话，你跟他讲，跟他讲一讲，好的，有鸡蛋你要让他吃到，这边熬的，这边熬的，这边熬的。来，徐瑞来。不要了。不包的不要辣，不包不包不辣。给你啊，拿干。我去找别人干了呀。加料吗？加猪肉。